走那么快干什么？啊！你想见我已经见了，没什么事你就回去吧。哎哎哎！你这个公寓的租期下个月就到期了，如果不给你续租的话，你就得搬回来天天看我这张老脸，估计你也不乐意。你不给我续租，我就去跟同学一起住，反正我不回家。那我就天天找你同学的麻烦。 对付你这种小淘气就得比你还要恶。请我请你喝杯茶，再怎么说我也是你金主啊。喝完茶就走吧，我就给你10分钟。我想你妈在，也不希望看到你对我这个样子。我是你的父亲，不是你的仇人。 我妈要是在的话，我也不会这样。别人怎么对我，我不在乎，但是你是我唯一的女儿，你为什么就不相信自己的爸爸呢？唯一相信你不是故意对我妈妈开枪的人，就只有苏海棠。可是他现在也成了通缉犯。看了报纸啊？我的同学们说了，这件事情根本就是军统一手策划，目的就是为了抹黑中共。 破坏抗战胜利后好不容易得来的和平局面，这一群无知无畏的小屁孩儿。我就知道，你肯定会说这件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完全是苏海棠的个人行为，对不对？你真是继承了我雄辩的本事啊！你就是一个自私的人。 所有相信你的人，最后都是你的工具，你的牺牲品。如果你真的对我好，就请你离我远一点。姐姐，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，如果苏海棠来找你的话呢，你就告诉他，现在只有我能洗清他的冤屈。啊？ 先走了，我就给你10分钟，喝完茶就走。 海棠姐，我就知道你回来。有些事，我还是希望你当面跟我说清楚。海棠，必须要跟我回去。你明知道王硕勋不是我杀的，对，我知道。你早就知道有人要杀海棠，还要让我来背黑锅，为什么？我应该是你最信任的人。 有些事我只能以后跟你解释。我用不着你解释。快把李丹阳给我放出来！这事已经惊动了戴老板，不是我一个人就可以说了算的。你连李丹阳都保护不了，凭什么保我平安无事？3天之内，你必须让李丹阳安然无恙地回来，否则…… 我是绝不会放过你的。 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没事，没事啊。姐姐，大上海，我二师兄又回来了。现在没有小日本了，真好。对。
这样，小日本再也不敢踏进中国一步。哎，你看见那个国军军官了吗？这国军就是财大气粗啊，连这衣服都这么漂亮。嫌我们穷啊？ 那你别换码头啊，回去呗。哎，还是算了，他那是上校军装，回去了我也混不上那身皮。瞅我干什么呀？想不想把那身皮给弄来？借了，你不是都说了吗？最讨厌我偷东西。哎呀，借，借总可以吧？哎呀，别废话了，你俩赶紧去小贝医院，看看有什么消息和线索。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就算你们天天盯着我，你们也不会有收获的。谁？你相公。哎。情况怎么样？ 不太好，我仔细看了一下，医院里边至少有两三个探子，门口还有人。哎，燕儿，你说现在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探子也得让小贝姐给人看病啊。哎，小贝姐现在什么科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哦，我听他们说是管接生的。接生？小贝姐怎么现在变产婆了？ 哎呦，这看个病啊，都没人，运气真好啊，老婆，全是托你的福。来，慢点。你们怎么来了？你们就这么过来？目标会不会太大？怎么不递个纸条？我好安排一下。这不是着急吗？有重要的事儿跟你商量。丹阳海棠到底怎么样了？ 丹阳现在被军统局压着，海棠也被通缉了。通缉令我看见了，可是他现在人在哪儿呢？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。我现在被军统局看得紧。他自从上次找到我以后，就再也没有来找过我。不过，我知道他好像在找一个军统局内部奸细，郁金香的下落。你要是能甩掉外边那些尾巴，就去四海客栈找我吧。 这真够扯的！上面写什么？说苏海棠是中共派到军统的奸细，说他是奉中共之命暗杀王硕勋的，还说中共想挑起内战。你们不是看病吗？怎么声音这么小？你干什么呀？没看见我在工作吗？你就算是盯着我，你也要知道敲门才能进来。哎，大夫。 你这看个病还要带个保镖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我这有难言之隐。我媳妇儿这已经都第三胎了，都没能保住，这怕动了胎气，所以也不敢太大声说话。家丑不能外扬，别往外说。嗯，你们先聊吧。沈莹，你们先回四海客栈等我消息，我一有最新消息就去找你们。 告诉你们。
哎，你们俩是不是找老马呀？他已经回乡了。那他回乡多久了？回乡七八天了。哦，谢谢啊。啊，好，再见。这马鞋匠是苏海棠什么人？苏海棠一定是找不到马鞋匠，联系不上组织，才不得不执行王伯雄的任务，进了圈套。哦，合着这马鞋匠。 原来也是咱自家人呐！苏海棠到去哪儿了呢？怎么样，没找到吧？还没有。不过我已经派出两队人出去了，就算挖地三尺，我也要把他找出来。 他可是青浦特训的高材生，哪儿那么容易找啊？哼，那就要看你舍不舍得了。什么意思？我们不能再这么被动地找下去，我们要把他引出来。怎么引？可以放出消息，说王二宝不是郁金香。到那时候，苏海棠一定会到王二宝被杀的那个茶楼去一探究竟。 我们只要守株待兔，他自然会自投罗网。你就不怕引来的这把火把我给烧了，到时候没法扑灭？这叫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要我做那个被狼叼了的孩子？也只有这样，才能一劳永逸，永绝后患。 老祖宗说的话真不错呀，最毒妇人心。我是担心你引来的这把火会不会到时候把我们两个都给烧了？不会，只不过是放出消息，只要苏海棠一死，自然会一了百了。 如果他们认为你知道了什么，你还能活到现在吗？这……其实我也没听到说什么，就是我端茶到门口的时候，听见里面有人说什么。春天的樱花开的是什么颜色？好像什么樱。 我也听说，那天死的不是郁金香，我就知道你一定在这儿。走。
就让他跑了，每次就差那么一点儿。那个店小二呢？当时给我那个倒水的那个店小二也是个土包狗啊，已经打死了，他早就该死。都是让你一直拖着，这下好了，我估计他死之前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苏海棠了。你去安排明天的事，这苏海棠一天不进笼子里面，你我都无法睡上安稳觉。 事情就这么简单，王伯雄就是郁金香，郁金香就是王伯雄，他怕你找到证据，揭了他的老底，所以杀了小二灭口。我一直觉得王伯雄不像是那么坏的人呢，会不会是上官雪搞的鬼？哎呀，这怎么可能？你想啊，上官雪干点啥能瞒得过王伯雄的眼睛？ 那倒也是，所以说嘛，这个事儿就是秃头上的虱子，明摆着的。王伯雄就是个大骗子，骗你们替他卖命，骗你们背黑锅。现在又要骗海棠回去，好杀人灭口。两天前，我去找过王伯雄，他答应三天之内要放了丹阳，可现在他食言了。那还说什么呢？我觉得是这样，王伯雄的目的就是骗我们出去。 那我们就将计就计，随了他的愿。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，他们之中有一个枪法了得的狙击手。这个人不是军统的。你怎么知道不是军统的？他的射击方式不像是军统训练出来的。你的意思是，他像一个人，大英庶子。 怎么可能？大英叔子明明死了。哎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啊，我们有的是办法对付他们。来，钥匙给我。你们都出去吧。老师。 你要我认罪？ 这是我怕你一个认的吧？我不能扛着戴老板的压力把你给放了，但你进来监狱之后呢，我会想办法把你给弄出去。所以你现在就直接认罪，华亚，那以后的事情就全部交给我来办。好。李丹阳招了，还是你有办法？ 明天送军事法庭走个程序，后天送到提篮桥监狱。是。别忘了放出风声，苏海棠知道的话一定会出现的。你放心，看他这次还往哪儿跑。李丹阳被判处死刑，暂缓执行，杀人罪名成立。但念在他是从犯，所以才从轻判决。 怎么可能？丹阳怎么可能认罪？消息会不会有错？杀人犯李丹阳案尘埃落定，杀人罪名成立。不会有错，明天他就会被送到提篮桥监狱。那个监狱里面不但关着普通犯人，还有一些日军战犯。啊？那会不会屈打成招啊？不知道。 我知道了，一定是王伯雄耍花招，逼丹阳认罪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把海棠引出来。
对呀。老师，给你个苹果，路上吃掉。还算你有良心，知道我喜欢吃。不管怎么说，师徒一场。这个苹果味道很好，记得吃掉。谢谢你的苹果。一切都安排好了吧？都已经安排好了。上次在茶馆没把苏海棠抓住，这次一定要把他给拿下。你放心吧，苏海棠这次肯定跑不了。李丹阳要被执行死刑的消息都已经发布出去了，我相信苏海棠一定会来救他。炸弹也已经安好了，况且我们这回还有双保险，崔香兰也都已经到位了。哎，各位兄弟，哎，你说大家每天辛苦拉车到底是为什么？不就是为了赚点钱养家糊口吗？哎，我现在有一份既赚钱又不累的差事，只要大家今天9:15赶到德月楼进行罢工，把车停在路中间，挡住来回的去路，我就给发一天的份子钱。哎呀，过了10点，大家还可以继续拉车。大哥，你是干什么的呀？我们凭什么听你的呀？就是啊，让咱们兄弟们，我们以前就是拉车的，真的，真的，我们都是。你们想想啊，咱们天天出了那么多汗，就挣那么点钱，回去还得给老板交车份子，交完了以后，咱们还能剩多少钱呢？啊，凭什么他们就能压榨我们？咱们这次罢工，不为别的，就是让他们看看，咱们这些拉车的人，也不是那么好剥削的，对不对？说的你说的这些呢，也挺有道理的。不过我们真的去罢工，真的有用吗？你们不去做，怎么知道有没有用呢？时间紧急啊，大家赶紧的。说的有点道理啊，是是有道理。你看他那样儿，不像是假的。咱去吧。是啊，对，那个，大家听好了啊，咱们今天的事儿吧，就是在德月楼转上那么一圈，我们就发你们一份工钱，怎么样？像这样的好事儿啊，以后还多的是，你们好好想想，不用你们费什么事儿，白得一份工钱，哪找这样的好事去？兄弟们，过了这个村儿，可就没这个店了啊！你看看这道理啊，说的是不假。你要去我就去啊！一辆救护车，甩掉所有盯梢的特工，明天9:30赶到德月楼。
囚车九点钟出发，到德月楼的时间大概在9:20到25左右。下一个路口就是德月楼了。明天9:20之前，你们赶到德月楼。罢工到底！罢工到底！想尽一切办法拦住囚车。罢工到底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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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像是这些该死的黄包车在罢工呢。罢工到底！罢工到底！罢工到底！这可怎么办啊？等等，别急，别急。别急，苏海棠还没来，你按了也是白按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是啊，外边怎么这么多人？不许闹事！不闹事，知道吗？啊！往前，往前，往前，往前！怎么了这是？你们学生怎么能来这儿？这里没你们什么事，快走吧，太危险！所有人都在这儿，我们也要出一份力。对呀，支持罢工！支持罢工！钱钱。钱钱来干什么？对呀，他来干什么呀？这不添乱吗？别按啊，别按！罢工到底！坚持到底！有上！上啊！你谁呀？我是他爸，叫救护车，快叫救护车！沈莹，
车底真有炸弹。为什么要炸死一个囚犯？肯定有阴谋。姓王的，你又想耍什么花样？耍什么花样？王伯兄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别动！别动！海棠，我就是等你出现。等我？等我跟你回去，像丹阳一样变成死囚吗？别再骗我了，跟我走，不许动！统统退下！处座，退下！我跟你走，但必须要把芊芊送到医院去。山冠雪，把芊芊送到医院去。可是，别说了，我会回来的。把芊芊送到医院去，我跟你走。山鹰，海棠，快上车！走，去你的！走。记得在青浦特训班的时候，我有跟你们讲过《孙子兵法》。兵法有云：“投之亡地而后存，置之死地而后生。”我要抓你，正是因为要救你。怎么救？你凭什么救我？我如果今天要抓你的话，我就不会让丹阳有逃脱的机会了。还记得我以前跟你们讲过，有的时候不要相信自己眼睛所看到的。没错，你现在看到的是我要抓你，然后以死罪的名义把你投入到监狱。但你没有看到的是，我如果不那么做的话，我就不能让这件事情的主谋者他们满意。他们不满意，就算你们逃到天涯海角，也会遭到被追杀的命运。那我因为没有让他们满意，我也必须要不断地追杀你们。我请问你，这种路何时才是一个尽头啊？那我问你，清风茶楼的伙计被杀又是怎么回事？当单光雪到达那儿的时候，伙计已经死了，而你刚刚一走，那也说明了一件事，就是凡跟你接触过的人都会让这个主谋者认为跟你是同伙的，或者是知道一些什么秘密。所以你必须要跟我回去。你看，你看，被我说中了吧？这王伯雄果然又把苏海棠拉过去说话了。你想用我们的死来成全你的功名？海棠啊，当年韦音的死，大家都不相信我，只有你是懂我的人，你知道我是一个不允许自己平庸的人，我渴望做英雄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却付出了我妻子的生命。如果有机会再重新选择的话，我不想做英雄，我宁可替文英去死。你不要再花言巧语了，怎么样你都摆脱不了你是郁金香的嫌疑。我也知道王二宝他不是郁金香，但是有人说他是，我就必须应声。对，他是。在这个尔虞我诈的世道里面，我必须要尊重他们的游戏规则。你必须要跟我回去，把你给抓回去以后，我才能让他们绷紧的神经稍微有所缓解，我才有机会找到漏洞，查出隐藏在军统内部的真正的郁金香。你还在骗我？其实你已经相信我了。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你跟丹阳在这里互换？因为我知道以你的本事，即使你到了监狱里面，你都有能力去保护好自己。唯有保护好自己，我才能有机会让你逃脱。如果今天换成是丹阳进去的话，
他能活着等到我的救援吗？这是一个需要你我并肩作战才能打赢的硬仗，我需要你跟我一起来对抗上面的黑势力。我今天可以放你走啊，可是你走之后，你通共的罪名就从此落实了，你从此就身败名裂了，而我呢，我也会遭到贬职，而让真正的奸细逍遥法外。一场由中共挑起的国共内战就因你而起，这是你想要的结果吗？你说什么？丹阳，你跟他们走，我跟王伯兄回去。你看一看，被我说中了吧？苏海棠，王伯雄到底跟你说什么了？他又给你灌迷魂汤了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是山鹰战队的队长，我命令你跟我回四明山。是啊，海棠，你好不容易出来，难道要回去送死啊？就是啊，海棠，跟我们一起回四明山得了。山鹰，我还有任务没有完成，不能就这么走了。说话呀，劝呀。我也不知道该不该信他，可是在我上囚车之前，他给了我一个苹果，苹果里头有一个这个。哎呀，这是放长线钓大鱼，还是让海棠自己想想吧。如果我就这么回去了，刺杀王硕勋的真相就会永远被掩埋，我不能让组织背这个黑锅。山鹰，我相信如果换作是你，你也会有这样的选择。我跟你没有一样的选择。放心吧，我答应你们，我一定安安全全的回来。如果我不跟他走，就永远都不知道谁是郁金香，那样对我们的组织有可能产生更大的危害。怎么不说话呀？刚刚都哑巴了，怎么没有一个人劝劝苏海棠？谁找的车？怎么会漏雨呢？我们走吧。走。芊芊，你这次可真是闯大祸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么做，不是让我为你担心吗？我先去帮你找大夫啊。芊芊，刚才那个特务真的是你父亲吗？天真的微笑被狼烟吞没，英勇的梦想变成一把战火，捍卫我的国，让生命宛如歌，无愧于心，献上一世承诺。洒脱的身影在风雨穿梭，战鹰的心中有一只小白鸽，渴望乌云散，点燃心中的火，在爱的烈焰终结开一把锁。战如鹰，心如歌，飞翔在两个梦的山坡，的真心如火。战如鹰，心如歌，飞翔在两个梦的山坡，等风来，
让花开不落。